哎呀，这边有一个迷你的海滩，看到了吗？从这儿开始，这么一条，还真有几个人在这儿，在这儿。我这个摄像机不太好使啊，有的时候总是坏呀。还真有一些人在这边晒太阳啊。虽然说这个小海滩很迷你，我现在去前面这个地方看一下，这一条啊，这如果是去过青岛的朋友啊，肯定知道这个在青岛它是有一个栈桥，栈楼还是栈桥我忘了，就是在这样一个东西上有一个小楼啊，这个很像。这边没有裸体的女性啊，想看裸体女性的去圣托里尼岛。